规矩定了，不就是让人破坏的吗？老大，我们在你隔壁。现在是通过藏在屋里几个地方的摄像头看着你。干什么呢？喝酒啊。站着干嘛坐呀？怎么了？今天不敢喝了。没事。我们早知道你对这个女人有点困难，就提前装了几个摄像头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进去之后我再启动。好了，老大，你先别在那喝酒，他有下一步动作，我会告诉你怎么做。喝点吧。就算再怎么敷衍了事，也不要不尊重酒。喝一小口，大概35毫升，在嘴里含2秒之后咽下去，咽的时候闭上眼睛。这瓶酒是这是威欧幼级感染，年龄4年0.3个月。看不出来你的品味还不错哦。哎呀，老大，随便跟他说几句，别每次都等我。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泡上大嫂的。你的菜凉了。老大，你问他为什么不把内衣好好收好？你为什么不把内衣收拾好啊？一定要过得这么拘谨吗？你喜欢破坏规矩。规矩定了，不就是让人破坏的吗？握住他的手。情况很危险，我握住他的手。怎么了？嗓子不舒服吗？没有。老大，我这是在帮你脱身，快握住他的手。你眼睛怎么流泪了？他的手没有云诗彤的暖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表情。你的手没有我的太太暖。都几点了？对不起啊，小雅。哎，小雅，要不然我请你吃饭吧。等你请我吃饭，我早饿死了。省省吧。哎，小雅。上次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还是继续来全场吧。你不是要刷记录吗？谢谢你啊，小雅。我昨天晚上想了特别久，你说
我是不是应该离段飞哥远点啊？没有，其实飞哥只是不想把你卷进来。卷进什么？飞哥不是说了吗？他来天海是为了查一件事情。查什么？16年前，飞哥的爸爸段红是在天海遇害的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上次问我的……哦，小雅，查一件事情需要从很多地方取证，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和你妈妈没关系，别担心。嗯，16年前，不对呀，我想起来了，爸爸妈妈的公司是在16年前关的，爸爸是那个时候出国的，妈妈也是那个时候到苏氏集团帮爷爷管理公司的。吴总管也是那个时候到我们家的，都是16年前。嗯。真真啊，嗯，你说你怎么老带我来这家快捷酒店呀？你带我去你家看看呀。哎呀，我家又旧又丑的，我怕你看了会笑话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来，过来，到这儿了。嗯，快听话，快点过来。哎呀，洗的真香！哎呀，也就能落得这两天的清闲了。怎么了？云总为了那个斯特林集团，要和苏氏开战了。今天去天朗集团找魏忠生谈合作的事情。
云总今天就去了。嗯，要是真打起来可就麻烦了，天天都得加班到11点。哎，到那时候还有什么搞头啊？你是想在集团里面？啊，我可没说啊，是你说的。死鬼！Ha ha ha!